哎呦，这边抓到了，垒包上面的跑，哎呦，这个球，结果是传到了林志平的身上啊，结果弹掉了。哇，原本看起来是要抓到了，但是结果这个传球是传到了林志平的头盔吗？没错，打到了林志平的头盔，弹出界外啊。哇，那当然这个球其实不构成妨碍守备，不构成，对。我们先来看一次这次慢动作啊，这太早起跑了，真的是太早，完全是被抓到。但是这次的传球，哦呦，好像是打背部，背部的，就打到身上。我们再看一次这次的传球，哦，应该不是头盔，哦，打到手臂。所以其实这个球来讲的话。